你听我说，我家的小叔说不清没有大事，不登门虽说是，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那到底亲家还有亲，爹爹和奶奶亲生还亲人，这里的奥妙唱的怎么样？这个不容易，不容易吧？为什么呢？谢谢里边有青衣，后边要转老生，转得很自如，这很难得。这个能有这样的造纸，已经是不是？造艺啊？造谁？造艺，造艺啊、哦哦！对，能有这样的造诣，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。您这卡拉是绝对的 OK 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他在北京学了京剧，觉得哇真好，但是回到新疆发现他没有那《知工知令》的这个乐队，怎么办？人家就用新疆最传统的民族乐器对去伴奏戏曲。今天有老师们过来吗？来了，来了。我们请上来吧，来来来来，好不好？新疆的乐器啊，给来。这是我们新疆很典型的一些乐器，这个能把这两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？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乐器，从有600多年历史，叫热瓦斧。哦，对，它一般就是这么演奏的，是夹在这个右手这儿演奏的。最传统的它的乐曲啊。
股热血沸腾。他再不停下来，我这个舞蹈就停不下来。你停吧，不然我就得跳下去。这种乐器叫做艾杰克。那这样的地道的新疆的乐器怎么跟戏曲结合在一起呢？唱一段花木兰吧。在新疆还挺流行的。我上次周赛唱了这首歌以后呢，就是新疆特别流行，全都是拿的民族乐器就跳。我保证这次回去给父老乡亲们唱，给我们的学生教，然后又弄出来新疆版本的这个苏萨离了红糖线。特别喜欢。也特别谢谢我们这两位年轻的来自新疆的传统民族乐器的演奏员，我看得出来你们年纪很小，但是一定要把这份传统传承下去。来。